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刀 zero 烧脑机制的成员佩信。今天我要介绍我们的就是研究的呃专案。那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人在研究那个激励机制，然后这个是今天我要报告就是我们实验的版本。然后呃其实呃我们注意到说，就是来参加坑来开专案的人，其实都是想要来贡献我们自己的所长，然后来跟大家一起。 呃，交流跟互动，那我们就注意到说，就是呃，认可的这个就是呃，得到认可跟认可别人这个过程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基础呢去打造了这个呃这个工具。然后呃，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那个 Slack 上行动。那在 Slack 上，其实我们已经有感谢感谢的文化，然后也有称赞的称赞的习惯。然后我们就在想，如果我们把就是感谢、称赞或者各种特别的时刻都 存在同一个页面会怎么样呢？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就是那个 s l a k e 有九十天的那个，所以就很多合到的东西都会把它洗掉，然后就会变这个样子。这个是全部都是我们成员，就是互相感谢对方，然后跟记录下彼此的贡献，就是还蛮多的，其实蛮壮观。而且这个才只是一个月而已，对。那这个工具非常的简单，它其实是一个 Slack Bot，就是。 呃，使用的方法跟平常的发文状态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只要在前面加一个 at shout out，就会触发那个应用程式，然后再把后面你本来想写的就是想记录下来的东西，或者想感谢的人写在后面，然后按发送，完完全一模一样。然后一做下来之后，我可以举个例子，这是我们最近在 SLP 那个 shout out PAGE，在大改版，然后我们就等记录了一个这个东西，然后那个 shout out 报就会把它记录下来，然后存到那个后端的资料库。 那这边有两个有两个按钮，第一个按钮是可以知道说就是呃那个呃对，就是来自哪一个对话串，然后还有就是连到我们的前端页面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公共页面，可以看到不同的呃坑的排列，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我们看到所有的那个资料，然后我们还有分那个个人页面，就是可以点进去看到自己从谁那边收到小老，然后跟我们送出了多少小老，对，那。 呃，我们其实已经使用了五个月了。我们最近呃发现，就是其实大家用的都还蛮开心的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有有用那个 GIF，所以大家在玩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有的时候会互相打闹。然后，然后最重要的是把我们之间的过程记录下来。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，呃，专专案的成功还是失败，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。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专案的过程中，把彼此的贡献记录下来，而且还看见彼此的重要性。 对，所以呢，那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计划，除了说呃优化我们自己的那个 p a 配置之外，还有做一些开源的城市，然后工程师在整理资料库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小工具，然后期待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个东西。谢谢，谢谢，真的谢谢大家的贡献跟参与，大家有注意到有录影嘛？所以都会被记下来。